推广环保，上海慈济志工受邀在岳阳街道商圈设摊宣导。志工透过水立方的模型介绍如何节能减碳，更分享该怎么做到清净在源头。我在宣导的盒子很多会用啊，真的很理解。对对对，地球只有一个，我们要给下一代一个干净的地球。就是他们有的人也有这个意识，但是没有这个创造的机会，所以说我们就训练宣导我们在做环保这一块活动。环保落实在每个人的生活中，势在必行，也有民众提出具体建议。把这些理念跟宣传更加扩大到一些偏远的地区，让他们也意识到环保的重要，然后再一步步的做。志工不仅推广对地球的爱，他们也希望把善的能量扩大。北京慈济志工前往邯郸市举办茶会。我们都是邯郸旗的志工，我们期待能把慈济带进我们自己的家乡，期待能够慈济大爱的种子撒遍我们的燕赵大地哈。慈济人第一次走进邯郸，分享竹筒岁月，也传递人文之美。对慈济呢，也很早就知道，但是具体的真的没有深入了解。今天呢，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了解，非常好。因为现在还是学生，能力有限嘛，就希望能在自己的能力内做最大的努力。听听志工的故事，用爱接引更多有心人士加入慈善队伍，从付出中学习感恩。大爱新闻之声美志工综合报道。